哨子。对，我要喝水。我不用喝水。怎么来了？想来就来啊。跟你说，有人帮我算过命，说我命大又很硬，只有大炮才能做掉我。你还是笑起来好看。阿飞，都小声一点啊。阿飞，阿飞，早安。怎么是你？阿飞呢？到底他跟我老板出去透透气。以你这种照顾人的方法，不该死的人也会伤重不治。呸呸呸！不要乱说话。我奶奶帮阿飞算过命，她说阿飞命很硬，才不会那么容易就死呢。你奶奶还会算命啊？对啊，而且算很准哦。那她还帮你算过吗？当然有。她说我以后会找到一个让我衣食无缺的对象，好好照顾我。这是什么啊？打开看看。哇，是早餐呢！你怎么知道我肚子饿了？哇，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吃这个啊？哎，要不要一起吃啊？有很多哎。都是买给你的。你上次想要吃一下那个黑胡椒铁板面，然后我要加蛋，蛋半熟，还有热的鲜奶啊。我要换热可可了。热可可。谢谢你救我红叶。我是警察，
这是我该做的事，不用放在心上。那我不希望有下次。啊？我不想少一个朋友。我升级了，我从半个变一个了。请回去。哎，不要，我躺够久了。啊，再让我透透气吧。伤在这里真麻烦哦，连笑都不行。至少还活着。伤会好，但人死了就都回不来了。再说唐国栋，人都怕死，但最可怕的不是自己死，而是重视的人死。自己死，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。而重视的人死，被留下来的人就要承受失去的痛苦，而这种痛苦却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。孟兆飞，我很高兴你还活着。你跟我作对了四年，直到在手术室外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我不想失去你。不管是四年前唐爷走的时候，我的悲伤被你气得冲淡了浓度，还是现在不受控制的靠近，让我重新又有被照顾的温暖。你让我生活变得不太一样，甚至我有点喜欢这种改变。孟兆飞，我希望你好好活着，就当作是为了我。遇见对的我们，然后停下来。